上周六爱国同心会与独派发生冲突。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中午受访表示，打人是一定不对。对，我们还是按照那个机会优先法嘛，他有申请，他如果有合法申请，我们还是要给他申请。但是依法行事嘛，就这样哈。你可以有表达你意见的自由，但你不可以打人。对于爱国同心会占据西门町，柯文哲说，是否还是按照集会游行法，对方有合法申请，还是要给他申请，依法行事。